係㗎，你唔背係有效果㗎。正如學校老師講到明要默書啦，你唔温習，咁係咪會唔合格啊？一樣嘅道理咯。你覺得咁樣公唔公平先？公平啊嘛，嗰啲有努力為自己温習嘅。去背歌的他們應該要得到獎勵啊，他們為什麼要得到獎勵先？為什麼要這麼努力呢？所以不努力那些都要有效果了。有沒有誰反對？很公平啊，你這裡很民主的。有沒有誰反對？有沒有誰贊成？是不是的？不是我逼你們這樣喎，蛋又說林老師極權啊，很霸道啊，他說什麼就什麼的。是啦嘛， OK 啊，下個禮拜開始生效，給一個禮拜時間你們回去練吧，好不好？下個禮拜都可以再背第四、第五架，兩個背了都可以再背的。那當然啦，我會鼓勵你們試下背第五啦，這個是自己學多一些東西咯。 OK。